选吴志伟台北报道，十七直播电玩自制节目电玩者们日前请邀请到宅男女神姐姐玲以及人气实况主张小柱凯蒂喵 UZ 一起分组挑战 JUSTDANCE 武力全开2018现场来比性感尬舞，让网友们眼睛大吃冰淇淋。凯蒂喵以一支班跳男韩女团 MOMOLAND 歌曲 BBOOMBBOOM 的影片 https://youtu.benl16yh6ae9u 在 YouTube 创下83莫惊人点阅率。影片下面有不少韩文留言，很多人误以为她就是该女团成员。电玩女神张小柱曾完美中信 EXID 歌曲 UP 主持人 Sandy 和张晶晶是姐姐零粉丝，他们争相想和女神一组，结果分组是两位主持人组姐姐零和 UZ 一组，张小柱和凯蒂喵一组。前面两场资格赛由谢杰林和张小柱分别胜出，两人接着再跳一场冠军赛。前面暖身跳了超多次骨盆舞的张小柱舞姿性感到位，胜出荣登舞后，谢杰林跳得卖力，舞姿和比数都受到众人称赞，可惜最后比数成绩以些微之差错失后关。他表示很久没跳 JUSTDANCE， 近来刚好想开始减肥，加上也期待新一代的 JUSTDANCE 快点出来，回去要开始多跳舞练习了。张小柱、谢杰玲、Sandy 在电玩者们 PK 舞技，聊奇 Media 提供谢杰玲在电玩者们大秀舞技，聊奇 Media 提供张小柱胜出荣登舞后，聊奇 Media 提供 Sandy 左起卡蒂猫、张小柱、UZ、谢杰玲、张晶晶同参加。电玩者们，聊奇 Media 提供。